지금 우리 세계 리더 수회 在下一周周四开始进行, 而且 世界 Remnant 大会呢, 也就只剩下十来天的日子了。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体。 需要去做集中的祷告。现在各位虽然做着很多的准备，实际上真的应该让神去做工，圣灵亲自能够做工。我们通过祷告要得力量才可以。领袖大会准备当中有很多的团队，而且大会为此在准备也有很多的人去祷告。特别我们可以看到领袖大会准备当中以圣徒为中心在进行的祷告。我们的圣徒也很多人去参加，也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心怀诚心在神的面前，真的是非常感谢。 有的长老真的直接就来到教会上班，然后在教会负责很多承担的事工。其实我们再怎么准备，真的应该是神做工才可以。有一个叫 Bill Hess 的牧师，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因为太繁忙所以祷告，写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一繁忙就不祷告，因为太繁忙没有精神头就遗忘了去祷告。但是这个牧师写的一本书的题目就是因为繁忙所以祷告，这就是他知道祷告的奥秘。各位，大家知道有一个叫 OM 的宣教会， 然后派遣了很多的宣教师，还有做了很多的宣教事工。这是在宣教团体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事工的宣教团体，叫做 OM 宣教体，在他们的办公室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人做事的话就成为人的事，人祷告的话，那么神就会做工。 人做事就成为人去做事，就是我们哪怕是做再多很优秀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成为人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去祷告，谁去做呢？神就会去做这个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当中，是耶稣所讲的话语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在十三、十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这样的话，反复的重复了一个内容，就是无论是谁，奉我的名去求，我就要去成。”祷告的时间，神就去做工。你们相信吗？真的，从现在开始，反正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而且各样的状况 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因如此，真的，我们所有教会的圣徒，当然大家都在祷告当中，真的应该要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参与做工一切的集会与事工，愿这个圣灵去做工。所有的聚会与做工，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结果我们 就只能结束在某种氛围当中。但是这种感情气氛的感触的话，你可能去酒吧更加有深的感触。撒旦通过拿非利这种凶恶的邪恶的撒旦拿着这样的氛围部分迷惑着人，所以我们不是随便的聚会随便的聚集，而是成为圣灵能够去做工的集会。各位真的应该要去祷告。 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是，领袖大会也好 ，Remnant 大会也好，现在准备的人员，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入睡的程度在准备，真的是要去做很多的事情，能够去担当吗？他们真的有的时候昼夜不停的去做，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的，没有关系。 真的，在祷告当中，我今天有一个重新整理的部分，就是哪怕氛围没有办法让人感触到，哪怕是这个气氛搞不起来也是，真的，愿传道者的告白能够向着全世界人们的传达的程度，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真的做了很好的服事。
没有太多的活动也没有关系，哪怕没有任何的活动，真的有传道者告白的这个时间，这个传道者的告白能如果能够正确的向着全世界的 remnant 去传达的话，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时间，难道不好吗？所以我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触。真的，某一方面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现在还只剩下一周的时间，所以各位真的要集中去祷告。柳牧师说过这样的话语。现在，八月，四日的时候，我们要在大邱的 X Core 里面进行更大的一个庆典，为了让更多的 remnant 能够去参加，所以我们说最后的集会。然后就是第三讲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去那里，或者让更多人不能够参加职业大会去那里进行不行吗？也有很多的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做了这样的传达。但是刘牧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目前为止做各样的集会，在釜山也做过，在大邱也做过，在光州也做过，还有在日山也做过。虽然你真的有很多的 remnant 聚在一起，然后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这当场做了传达的信息，每次的时候就想着，如果这样聚会真的对吗？这个聚会真的是这样做的对的吗？他心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应该要正确的传达信息，但是在大的会场当中，因为有很多人们聚在一起啊，做各样的活动啊，做准备啊，但是虽然也传达了信息，他是想这个信息都正确的传达了吗？所以每次传达完信息之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作为传道者他总是想，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然后在各样祷告当中，就是说信息不应该是这样传达，只有正确的信息传达的时候才能够救活，所以正确的信息传达是最重要的。所以传道者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应这样的。最后一天八月四日的时候，要在大的会堂里面我们要去进行文化的庆典，但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一点啊，虽然我们的 remnant 能够通过这种活动打开心门嘛，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传道者的告白，这个告白真的在所有 remnant 的心灵当中能够去正确的传达，这就一切结束了。而且在全世界的 remnant 现场当中， remnant 就是向 remnant 做的传道者这个告白，能够把这个告白完全照搬不误的去传达，我们应该为此而去做服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现在我们还剩不了多长时间了，真的应该让神去做工，圣灵去做工，聚会也好，集会也好，应该要圣灵做工才对。如若不然，只是结束在某个集会某个聚会当中，只是结束在某种感情氛围里面而已，这样不可以呀。所以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真的为此去细细的祷告。传祷告题目也跟大家上一周话语当中分享过，而且现在教会走廊里面也有这个祷告的卡片，希望大家把这个卡片拿走，不断的去为此而去做珍贵的祷告。结果通过 remnant 大会，只要把正确的信息传达，这就结束了，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 remnant 会动摇呢？甚至于我们的圣徒他们为什么会动摇啊？不是别的原因，在信仰生活当中，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最重要的话语望楼应该要建立，但是因为话语的望楼没有建立，所以就因着环境或者人氛围一有问题，我就不知不觉会动摇。所以上一周我们在听话语的时候也说过，大的地震当中，山崩地裂，耶和华神并没有显现出来，而是在细微的声音当中耶和华神显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里面真的应该要建立话语的望楼，特别是本次的 remnant 大会还有领袖大会，不是别的，而是话语的望楼要建立。话语的望楼本身就是光。今天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一章
一到五节的话语，这话语的本身就是光，所以因着正确的建立了话语的望楼，那么这个光就会在每个人身上兴起生命医治的光。真的，各位要去这样祷告。所以首先在训练当中我们要去查看的，神把人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唯有人是如此被创造。我们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那么如此看来，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呢，要去建造重要的望楼。那么这个重要的望楼拿着什么去建立呢？三个部分。第一点，通过祷告建立望楼。第二点，通过话语建立。第三点，实际持定话语去祷告的时候，就必定会有证据去讲这个部分，叫做证人，叫做传道。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拥有神的形象的人类，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是拿着这三个望楼中心去建立起来的。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各位真的知道祷告，知道祷告的话，那你们就会知道神的国。如果知道祷告，就能够知道神的国。如果真的知道祷告，那么就会知道超越时空的做工。如果真的知道祷告，你们就会知道神的国。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很多的人聚到神的国，就是成为这样的平台。我再次跟大家说明，如果真的知道祷告，那么这个人就是知道神的国的内容。实际上不知道神的国，这个人就不知道祷告，也不能祷告，也无法享受祷告。神的国是以超越神、超越时空的做工来兴起。那你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会去祷告。因为神的国领导，所以什么呀？就是成为平台。因为我里面领导了神的国，所以就成为了平台，所有的人就能够汇聚在一起的平台。而且话语的核心是什么呢？话语的核心就是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这是话语的核心。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核心，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因为以光显明，所以这里面就成为了发光的守望塔平台，能够发光的守望塔。그리고증거를우리가어떻게누립니까？而且我们怎么样享受证据呢？实际话去祷告的话，就一定会有证据，所以我们就成为拥有证据的证人，把这个叫做传道，把这个叫做天线。现在我们不断的讲平台、守望塔、天线这样的部分，全世界能够去互相沟通的天线。这个结果就是拥有神的形象的我们，被神打造成为了望楼。这三个部分在我们里面打造成为望楼，但是凶恶的撒旦是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千方百计不让我们知道祷告，让我们无法祷告。各位，所有的人结果你们可以去看看，祷告的时候他们是自我中心，都是这样去祷告，这就是撒旦的骗术。很多人他们祷告的部分说的啊，我要好，我的儿女要好，我的事业要好，全部都是自我中心，这是撒旦的骗术。但是耶稣是怎么样祷告呢？耶稣在背十字架之前与门徒一起去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的样子是什么。
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如果可以愿神挪走这杯，但是呢，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神的旨意。不是自我中心，不是我愿意的，而是按父的旨意成就。我们看主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是什么内容呢？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自我中心。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宗教也好，都是说啊，你就是佛祖，你就能够成为神，你就是拿非利，你就是巴比塔，全部都会这么讲。所有的。” 祷告就是自我中心，这就是被撒旦欺骗。我们看一下话语，话语最重要的部分，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的话语说的是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其实圣经就是在讲三九三，三九三这个部分大家都非常清楚，对不对？圣经其实就在讲三九三，就是圣经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扼要。但是呢，有一个。 叫卡尔巴德塔的神学家，就是很多的教派，就是系统神学都受到这个神学家的影响。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话语呢？他说圣经当中有的话不是神的话语。还有一个叫艾米尔布拉的人说什么呢？ 绝对性的信圣经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他说绝对性的信圣经就是拜偶像，这句话是对的吗？这全部都是撒旦对于话语这一部分做的骗术。话语讲的就是三九三，说的是三九三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而且说除了圣经以外，还有神别的话语。 叫卡尔巴德塔这个人说这样的话，他就说圣经就不可能全部都是神的话语，这全部都是错的，对吧？天主教呢是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于你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甚至于把教会的权威建立在话语之上。我们说神的话语才是绝对性的，对不对？但是呢，希望呢，撒旦不管怎么样，就是拿着话语欺骗你们，让你们没有办法建立望楼，错误的祷告被骗了吧？然后话语又错误了，被骗了，没有办法建立望楼。所以我们怎么样呢？要拿着正确的祷告话语，正确的证据。神会让我们成为这样的证人，建立成为望楼。为什么我们说望楼啊？今天的话语是什么呢？要以话语建立成望楼。无论任何的状况环境当中，绝不动摇的这个中心，就是因为。 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话语，所以动摇。没有神应许的话语，所以只能动摇。那么如此看来的话，个人要持定话语。个人要持定话语。个人是怎么样能够持定神的话语呢？我们看圣经，圣经记录是有当时的背景。 每一章节、每一卷书记录的时候是有背景的，所以某一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各位个人，为了知道这一方面的话，你们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去书店看一看，可以去参考一下关于圣经记录时候时代的这些背景。圣经不仅有每一卷书、每一章节的背景，而且圣经里面还有话语的一个流向。 话语的流向。我们说讲到的这个内容没有办法都一一背下来，是吧？每一周通过讲台所传达这个话语，我们没有办法都一一背下来。但是呢，重要的，话语圣经在传达的时候，这个话一定是有流向的。牧师在讲到做准备的时候，不是说啊把这个那个编在一起去传达，就是这个牧师。
是有意图有流向要去传达的，这个传达当中是有一个流向的，不是说今天传达这个话语明天传达那个话语，拿着话语的一个流向，牧会者去准备，而且拿着这一方面的资料，然后就去做讲道传达给各位，就是说话语是有流向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把话语都背下来，是吧？但是最少不能错失话语的流向。所以听话语的时候，各位记得这个话语理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给的话语当中神的这个流向，我们为了不错失这一部分，如果流向你们正确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哪怕是每一周传达一样的话语也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现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周的生活跟现这一周也不一样，发现每个事情又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每一次领受的这个话语，这个话语会变得不一样。为了不错失这个流向，我们每天要去持定神的话语是活着的话语，我们就会能够这样去持定。如果不错失流向的话，结果在话语流向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拥有答案。重要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某一方面来说，就是说或者人的就是人格优秀与否，或者说学识高低与否都没有关系的，就是话语宣告是有背景的有流向的。那么在这里面有一定有神要赐给我的答案，只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这个话语才能刻印给我们。我们不是随便的刻印话语，而是知道话语的背景，知道这个流向，在这个流向里面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啊，话语就能够刻印给我。而且个人要持定话语，这个刻印的话语结果就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创世纪一章27节恢复神的形象，因为神的生命话语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恢复神的形象。我们人类是神的形象，这是地球上任何一点没有一个是神的形象，唯有人类才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生命的话语在我里面做工，所以神的形象就能够恢复。这个话语结果会在我们所有的灵魂当中，正因如此，创世纪二章七节话语在我们里面以生气进入我们里面，在我们灵魂当中，所以我们能够圣灵的充满，因为是以生气进入我们里面，这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的肉体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结果我们的人生就能够享受伊甸园的祝福。那么如此看来的话，今天我们读了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话语，这个话语必定会成就，神应许的话语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有时间表的，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话语必定会成就，而且一定有时间表，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呢，我们不看这个时间表，自己随便去做，所以常常没有办法蒙到话语。话语不是随便成就，而是有它成就的一个时间表，跟着这个时间表我们前行就行，这就 是信仰生活。所以个人要持定话语，在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像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当中，黑暗空虚混沌在这世上本来就存在，创世纪一章三节的话语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黑暗空虚混沌能够一次性击溃这一切的，就是神的创造的光已经临到了我们里面。创造的光临到的时候，他开这个创造的光开始的时候，结果我们就能够拥有结论去开始。初代教会的圣徒也好，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看到了结论，已经知道结论的人，所以逼迫
困难问题都不受这些影响，他们能够超越这一切，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知道终结是什么。真的创造的光临到我们里面，成为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开始的，而是说知道结束了。愿 各位享受这个祝福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胜过一切困难的奥秘，就是这一点。希伯来书11章的所有的人物，他们在困难当中能够胜利的奥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终点是什么。正因如此，以赛亚书40章8节，我们可以看到话语说什么呢？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耶和华神的话永远立定。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还有 三十一节的话语说，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真的持定话语，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会赐下新的力量。这话语是有 功效的，是活泼的。希伯来书4章12节的话语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能够击溃骨节与骨髓所有一切。话语在我们里面完全怀抱的时候，这个话语不是随便的能够盛装在我们里面，而是它是有活泼有功效的，是有力量的，能够 剖开魂骨节与骨髓，甚至于我们心里面的思念都能够辨明，所以儿时进入的这个话一定会显出来。提摩太后书3章15节17的话语，你幼小的时候就知道圣经就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话语怀抱在心了，某一 天一定就会显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成为光的神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怀抱才行。我们现实生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成为光的神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持定才可以。成为光的神的话语我们要传达给 remnants。 某一方面来说，我和各位有要去服侍的部分就是这一点。神成为约定的光的话，我们要去持定，而且要把这个话语传达给我们的后代。为此，神所以祝福了我们。如果我们有活着的理由，那么就是把成为生命光的神的话语要传达给我们的后代 remnants， 有些时候就要传达给他们，这是教会当中要做的重要的事工。我们如果得恩典的话，我们得恩典的这个部分不会说只停留在我身上，是恩典，不知不觉我会把这个部分去传达出去。我所得到的恩典，我会传达到我的家庭，传达到我的现场，传达到我的子女身上。 所以呢，我们得恩典是多么的大，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么相反的来说，在家里面你们生气上火发火，就算你们不说，你们这些属灵的部分也会传达给孩子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就算你们不说，孩子看这个氛围都知道。小的时候，孩子散漫，没有办法集中学习，没办法集中，这个部分 不是随便就这样的，而是说家庭氛围、属灵的氛围已经是这样的氛围了，这样的氛围传达了，所以他们会这样，各位要明白这一点。夫妻吵架、生气、上火，这些部分会传达给你们的子女的，实际就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生气了，其实这是完全变成家里的一个属灵氛围。那么如此看来，我们得恩典到底是多大呀？就是祷告的时候得大的应允，这是多么重要的，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愿各位真的拥有恩典。为了把话语正确的传达给我们后代，所以我们首先要蒙到恩典。我们看一下圣经，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当中，
生了摩西，约基别，知道只有这个时间，因为知道此时此刻是唯一的时刻，所以把孩子送到约旦河当中，然后为了传达应许，去当他的奶娘。因为这一点，约基别传达了这个应许到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他终于想起了应许，持着应许成为了被使用成以色列百姓的指导者。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一章九到十一节当中。 哈拿拿着自己没有后代孩子这个部分，在神面前去祷告，明白了神的心愿。原来神不是怨我去祷告，我要生个后代，而是真的发现这个时代没有神所心愿的人，所以在神面前许愿祷告。然后说什么呢？我不要用剃刀头剃他的头，把他在神面前献上，成为拿细尔人。这是哈拿的祷告，这就是哈拿的祷告。 撒母耳上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当中，结果按照在神面前的立的心愿，把撒母耳献到神的圣殿。献到圣殿之后呢，每一年在耶路撒冷去献祭的时候，这个时候撒母耳才能够见父母。 给孩子准备衣服，然后带给孩子。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这个时候给孩子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把应许传达给了撒母耳。所以在撒母耳记三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的话一句不落空。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部分说，非利士没有办法攻击过来，这样祝福的做工是怎么样传达的呢？就是作为撒母耳去成长。 作为拿细尔去成了撒母耳，是因着他的妈妈传到了应许给他。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路加福音一章十一到二十节。施洗约翰，他的父亲伊丽莎白，还有他的母亲伊丽莎白。 父亲撒加利亚，然后说什么呢？在胎中就蒙到了圣灵的充满，重要的属灵事实，就会传达。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家里面真的不要随便，就是在孩子的面前啊说教会这样的东西，真的要祷告去被引导。 因为属灵的事实就会这样去传达，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呀？ Remnant 被传达了，对吧？所以 Remnant 担当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埃及时代，让他们能够出埃及作为重要的指导者被使用的。 在埃及时代，神以谁为中心改变了时代呢？有约瑟和摩西两个人物。约瑟跟摩西，因为应许的，拥有应许被种下的约瑟，还有妈妈传达应许的摩西，因为他们持定这样的应许，所以享受了神重要的做工。因为 Remnant 这些应许被传达了，所以 Remnant 在每个时代成为重要的角色被使用。我们看一下埃及时代之后，有一个腓力士的时代，腓力士不断的找过来攻打，还有亚述国也过来攻打，亚兰国也过来攻打。这个时候也是撒母耳，还有以利亚、以利沙，以这些 Remnant 为中心，显出了神在每个时代重要的做工，还有巴比伦。 这里面有但以理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有以斯帖，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所以救活了当时这个时代。成为罗马附属国的时候，因为通过保罗所传达的这个福音，然后又传达给了后代，最后占领了罗马。后来以色列百姓错失应许，成为了流浪民，分散在全世界。但是神在每个时代使用了
谁成为了救活世界的主角呢？通过拥有应许的人们，神高举他们，让他们成为救活时代的主角。那么如此看来的话，今天本次的领袖大会，世界人们大会，我们要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后代，因为正确的应许传达了，所以拥有应许的这个后代能够成为救活一个时代的主角，被神所使用。愿各位能够把这个祷告怀抱在心，这是神所心愿的方向，这是与神才能够一致的。每个时代当中，谁成为主角被使用呢？传达了神应许的重要人们子成为了时代的主角。那么如此看来的话，我们教会为领袖大会、世界人们大会，我们要去准备什么呢？正确的应许能够传达给我们后代，那么就一切结束了。第三点，那么我们只要不被骗就可以了，有不可被骗的。分明在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说，一切都会被砍伐，都会败亡，只剩下树墩子。这什么意思呢？虽然都会被砍伐、被败亡，但是神却准备了做世界福音化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事实才会被骗。话语宣告的时候，神一定会通过这个话语去运转一切，我是确信的。神约定的话语，今天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话语一样，你们不要认为会单言，但是神必定会成就，不是单言了，是神必定会去成就，一定会去做成。所以允许的话语宣告的时候，你们只要等待，必定会去成就的，必定会兴起做世界福音化的树墩子。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耶稣背十字架，很多的妇人跟着耶稣痛哭。耶稣看到这个部分说什么？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的后代，为你们的子女要去哀哭。真的为我们的后代要去怀抱在心祷告。而且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结果，耶稣说什么呀？喂养我的小羊，要牧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小羊。为重要的人们子，我们要去祷告，就是这一个部分。保罗呢，为了救活会堂准备了一切，他是通过会堂运动准备了一切。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十八章四节和十九章八节，保罗结果一切就是为了会堂去做准备。这里面有什么呀？因为会堂里面有后代啊，所以在后代面前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福音传达给的后代，他们就是做世界福音化的后代，你们一定不要被骗就行了。一不小心我们看到我们孩子说他懂什么呀？不是的，神通过你们把这个应许传达给后代，通过这个后代，神愿兴起一个时代的福音运动。所以结果目的是什么呢？在话语运动当中，某一方面来说，我们知道这是话语的能力，因为话语的能力传达给了这个后代，所以这些后代成为了救活一个时代的主角。话语能力做工的目标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医治成为顶峰。当话语临到的时候，就会兴起医治，而且会怎么样？就能够成为顶峰。福音的本身就是医治，就是顶峰。话语的本身就是医治，就是顶峰。神的话语，当我们阿门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击溃所有撒旦的望楼。神是兴起这些作为的，所以通过话语，就通过福音能够把我们树立成为顶峰。所以愿今年我们的 remnant 因为话语能够建立成为望楼，愿我们为此而去服侍。正因如此，这之前我们能够因为话语成为望楼，为此而去祷告。当这样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当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兴起什么呢？兴起再创造的做工，这是结论。话语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会兴起再创造的做工。话语的最后总结，
말씀의망대话语的望楼우리한사람한사람이我们每一个人말씀의망대가만들어지기까지는直到都能够打造话语的望楼为止我们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没有关系所有的一切当你们选择信心的时候某一方面我们里面就会建立话语的望楼所以每次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选择信心选择福音只要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某一瞬间我们里面就有话语的望楼建立通过我里面的这个话语能够让我们的后代打造成为话语的望楼愿我们能够为此去服侍通过这样的后代能够成为救活一个时代珍贵的工人我们是确信这一点在这个珍贵的属灵祝福当中愿今年夏天的领袖大会还有人们的大会以至于我们教会的修炼会跟人们的大会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里面被神所使用主的名祝愿各位